Hello，过年特别节目哦，真的要准备开始了哈。来，聊一点新鲜事。我是星星王子，今天呢是大年初六啊，也就是1月27号，礼拜五。那今天结束之后呢，还有2天，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们就要准备再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头了，就准备要开始面对继续的工作了啊，继续工作。所以呢，今天呢算是有一点点转换的空间啊，转换的概念。啊，整理一下这个过年度假的心情啊，就是2天之后呢，再休息休息，可能要回到自己家里头去了哈。比如说我们在回到老家过年啦，我可能要回家了哈。啊，所以这段时间也有很多朋友们搞不好就在路上准备要回家了哈。所以刚好在路上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那今天呢，1月27号，那刚好呢，不只是我们特别节目的最后一集，也是星星王子在南台湾之声 FM103.9 呢，这个一点新鲜事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哈。很高兴啊，因为我只是临时想带一个3个月的班，就没想到一带了10个月，挺好的，跟大家相处的也不错。那大家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在下午呢度过一些无聊空白的时光啊。啊，但是这个好景不长，不是没有啦，因为节目呢还会有一些继续的安排嘛。那我自己呢，其实这个做节目做这种节目做久了哈，你会把自己掏空啊。虽然我还有很多东西的，但是就被掏空啊，那种那总休息休息嘛，那当沉淀沉淀也挺好的，好也挺好的。那我们这过年的特别节目里头啊，其实如果你也刚好第一次听到说啊什么新王的一个特别节目，怎么在礼拜六我们在怎么在这个时候27号都初六了我才听到呢？没关系哈，我们再回头跟大家回顾一下哈，就是我们在20号的时候呢。就是上礼拜五的时候啊，小年夜，那我就告诉大家该如何走春。这段时间其实到还有机会，赶快走春啊！礼拜六、礼拜天赶快再走一走，还有机会啊！照我说的那个时间，赶快走一走啊！不要错过这个时间啊，可惜了啊！然后走春，然后呢就还谈到财运。好，我们陆续都顺序性的啊，找财运。财运讲完之后呢，讲到工作；工作讲完之后呢，讲到感情。然后呢，在26号，就是昨天初五的时候呢，大年初五的时候呢，我们聊到健康。前面已经讲3个星座了，后面还有9个星座的那个健康要聊哈。不过这个，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可能要我讲的非常仔细啊，所以不是说今天一集啊就只谈到金钱、财运啊，或者是说工作。那我们在感情花的集数最多。啊，金钱呢就是20号小年夜啊，1月20号小年夜礼拜五啊，播出一部分之后呢，23号播完，23号播完之后呢，就23号继续去讲工作，工作呢讲到24号讲完了，24号呢这个后面还一点呢，我们就开始讲感情，感情呢讲到24号、25号跟26号才讲完了感情的部分啊，感情部分讲完之后呢，感情后面一部分呢讲到那个健康，所以今天呢就继续讲其他健康的地方了，好不好？OK。这是好，那明白啊。OK，我们来讲那个巨蟹座啊，健康其实蛮重要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讲的健康的概念比较倾向于从星象的角度，那这些事情有可能来自于自己个性的影响，跟星象的确造成某些器官的一些提醒啊，但是呢，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状况呢，或者问题出现的话呢，还是要积极就医啊，找到医生，有这个正确的能力的人来帮你处理啊，不是找到一些巫蛊啊，这些不是巫蛊机啊，不是找巫师啊，什么做一些什么特别的法术啊，或者什么那个特别的什么民俗疗法啦什么的，如果对健康没有帮助，求神问卜啊，喝符水啊，这些都不可以哦，不可以哦，一定要去找到医生哦，因为医生才能解决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呀。啊，那这个也要留意，不管是心理健康也好，还是身体健康也好，心理健康要找到正确的心理咨商师或者精神科医生，对不对？那身体的健康当然要找到相关的医科的那个科别的医生来帮你处理。啊，这个要提醒一下，不要说今天啊，你们讲把心说这个生病讲完了，我就听你的就好了，不是，当然不是，绝对不可以，我也不会告诉大家疗法的问题，我只是提醒这些部位你要注意
啊，因为新的一年搞不好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影响跟状况可能会造成某些地方需要留意啊，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要跟大家讲一讲哈。再来我们来看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曾昨天啊，不是上个礼拜，昨天啊曾经讲到了白羊座、金牛座跟双子座的健康了，接下来我们来讲巨蟹座的健康哈。来，巨蟹座今年哈要多加注意关节方面的状况，因为今年老化感明显很多，好，就是明显感觉到，我老了耶。好，身体就突然间觉得哪里怎么觉得视力不对劲啊，哈，什么的，好，就哪里一些容易老化的状况就可能容易产生，可能这看电视坐着坐着打瞌睡就睡着了，哇，这种感觉很多啊。我想其实年龄大了，哈，这种事情不是跟巨蟹座有关，我只是先谈一下年龄大这件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看老人家怎么那么爱咳嗽，不能怪他、啊，你知道，就是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很多部分很多肌肉啊都会松弛啊，连喉咙这边都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喝个水吸一口气抗就呛到了，咳咳咳，你知道就呛到了嘛，这是很容易发生嘛。所以我要多体谅年龄大的人身体健康会有状况，因为有一天我们年龄到了也会这样啊。但是这个巨蟹座要特别注意，今年啊老化感非常明显啊，所以就要特别注意啊老化感。那老化最多的状况还包含什么？因为你经常使用的部位就很容易有磨损的情况啊，啊，或者有些时候可能器官滥用啊，造成器官衰竭啊，这种情况是增加嘛。所以巨蟹座朋友就要注意到这些事情，比如说关节啊，我们其实常常忽略关节，关节其实很影响很大，尤其下楼梯。下楼梯对于这个做工的关系啊，对于关节的伤害是最大的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像我觉得捷运系统啊就很不友善，对我们的膝盖很不友善啊。那常常是那种上坡的时候呢，它有那个电扶梯啊，往上走的电扶梯可以轻松嘛，对不对？结果呢，下来的时候就是要走楼梯。现在走楼梯对身体很重，或者是本来就有负担的人，或关节问题来说，那个伤害蛮大的，就他们都没有顾虑到。所以很多这个，就我也不知道捷运局的规划当时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规划啊？其实多装个电扶梯没有什么问题吧？啊，人许可能会增加预算，你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减少啊？啊，这个觉得还蛮奇怪，而且尤其是那种很多旅行、观光客、背包客常去的地方，然后你只有电梯，就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才有一个电梯。那结果我们只提那么大袋的行李，要坐电扶梯都很难。为什么？因为电扶梯也好远，某些地方也没有电扶梯下去的。那行李箱提下去怎么提啊？啊，这个有些时候都没规划，都很糟糕、很差劲啊，莫名其妙。反正对不起，我谈到这个地方，就告诉大家，连下楼梯都要小心，因为对关节影响很大啊。所以不只是这个关节，还没有，尤其是膝关节要特别注意，还有脊椎也要小心一点啊，脊椎侧弯啊，脊椎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椎间盘突出啊、压迫啊这些状况啊，那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变成不好行动啊，不良于行啊，不好行动。那同样的呢，适度的日晒是重要的，晒太阳是必要，因为可以增加钙质吸收嘛。我们都知道，钙质摄取之后，它其实需要靠维他命 D 啊来帮忙。来帮我吸收钙质哈，所以要记住多晒点太阳是好。有看到很多人把它包得紧紧密密的不晒太阳啊，那所以稍微注意。我记得有听到过你要晒太阳要晒手心啊，晒手心啊，那我觉得这个都蛮必要，因为维他命 D 只要晒太阳就可以产生了啊，就可以产生是很好的，免费的啊，免费的，所以晒太阳是好的，好不好？大家要注意到一些老毛病啊，也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触发出来啊，所以巨蟹座朋友稍微留意到年老的问题之外，啊，一些老毛病的发生也比较容易。产生啊，过去老毛病很难解决的毛病，就常常会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今年就可能会造成一些困扰，好，要提醒一下，好不好？再来看狮子座的朋友，狮子座朋友啊，那今年的活力状况挺好的啊，挺好的。那当然也摆脱了过去这一两年不太顺心的状态，但可能年初啊还不见得会完全变好。可是你这个也有一些健康状况，你要积极就医哦，哈，就是如果之前健康有不太顺的状况的时候，还是要记得看医生，好，看医生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之外，还有我们刚刚讲活力状况挺好的时候，当然要保持在正常的这个生活作息上面啊，比如说白天起来，晚上睡觉，正常的嘛，那你不要是晚上过多熬夜啊，那白天都去不起来啊什么的，所以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生态运作，对健康的维持会比较好。好，会比较好，也会增加更多的生命力哈，生命力哈。那当然对健康的帮助也很重要嘛。所以呢，多运动好不好？当然好，好运动不是要做激烈运动，因为今年要做激烈运动，也要特别注意，狮子座朋友特别注意，因为如果你的心肺状况没有办法很好的话，那你一下做激烈运动，你这个
这个状况不太妙哈，所以为什么工作运动想暖身，就让身体 warm up 起来哈，温暖起来之后，然后再去做一些运动会比较适合，不要突然间做个什么激烈运动，不管是不是肌肉会不会拉伤也好，或者心脏负荷怎么样也好，或身体的那个支撑能力如何也好，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啊，所以要提醒这个事情哈，暖身运动哈，拜托哈。但是要提醒你，因为今年啊意外发生几率比平常高出许多，好，平常高出许多，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到哪方面呢，比如说坐骨神经系统啊，坐骨方面的问题啊，腱骨啊，你看就是尾椎那个地方嘛，还有大腿方面的状况啊都要特别注意，还要小心肝脏啊，肝脏，那肝脏很多状况嘛，就睡眠够不够啊，该睡觉要睡觉啊，对不对？然后当然不能够过度饮酒嘛，因为饮酒除了你不能那个，当然不要开车以外，饮酒对身体健康也不太好，你过量也更不好嘛，所以要注意到哈，就是这个酒精的伤害还蛮多的，对于这个生活作息外，还有肝脏伤害嘛，这个要特别提醒啊。而且万一喝的酒有问题怎么办？哇，劣质的酒精，那对于肝脏伤害就更大。好，最少肝脏是要休息的啦，就要好好休息的，要注意到还有食物的不洁啊，比如餐具的不洁，是会造成肝炎的可能性啊，这个都要特别小心啊。当然，千万记住，熬夜是最大的伤害啊，也是其中一个啊，也是最大的一个伤害之一啊，所以要特别留意啊，尽量减少熬夜哈。但再次提醒啊，因为过年期间嘛，难免啊，所以你要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哈，喝酒过量有害健康啊，这要提醒大家一下，好不好？来休息一下啊，来咱们待会再回到节目里头。来，再回来节目里头，我是星星王子，一点新鲜是过年特别节目。今天呢是元月初，就是大年初六啊，大年初六27号，礼拜五。好，再来我们刚刚谈到的巨蟹座跟狮子座的健康，然后我们继续呢，接下来谈一下处女座的健康。处女座的朋友在这一年的健康状况会稍微多一些。啊，也许也是重新整理健康状况的好时候。处女座本身个性上面哈，跟狮子座不太相同。狮子座有些时候就会不敢去面对健康问题，因为你不要看狮子座看起来一副那种胆大妄为，一副很勇敢啊，看起来像狮子一样强壮啊什么的，其实他们胆小的不得了。啊，就我常常讲的，那个有一个那个奥兹，就是奥兹大帝啊，里面就有一个小狮，害怕就是害怕的狮子，要找雄心壮志的狮子，就是哦，那叫什么影集？一下忘记，真的啊，有一个名字一出来之后，就会破坏掉原来那个名字，你懂意思吗？比如说明明叫什么什么，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就整个就啊糟糕，一直讲那个名字，就那个名字啊，陶乐斯啊，对不对？陶乐斯梦，那个叫什么电影啊？绿野仙踪啊，你们陶乐斯吗？绿野仙踪。然后就有个胆小狮子嘛，所以狮子座他一直在找雄心壮志，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狮子座外面装凶很多啦，可是真的敢面对自己的勇敢的人不太多啦，所以大部分都胆小，因为面对身体健康啊，狮子座特别胆小，好都不敢面对，害怕知道自己什么不对的问题啊，就很糟糕。不过处女座还挺勇敢去面对的啊，那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处女座本身对于健康管理上的能力就比较好，就比较注意这个事情。但是有些处女座也可能会拖延啊，这要提醒一下哈。不过健康来看要注意到，因为今年健康状况其实是不太好的状态。如果你已经知道有哪些问题的话呢，当然积极就医很重要啊，也不要随便轻忽啊，忽略了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那尤其什么处女座会觉得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没关系，因为过去也常发生嘛 ，OK 啦，没关系，就忽略它。好，那这个今年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下腹部的影响多过其他部位啊。那这个下腹部影响很多啊，比如说在这边有很多，比如说下腹部有哪些部位呢？比如说女生来说，内生殖系统啊，对不对？好，然后呢，甚至于直肠肛啊、肛门啊、直肠啊或者大肠啊，好这些啊，都是下盘会容易出现的状况嘛。那男生也是啊，注意到哈。那同时，比如射护线也是一样，都要值得注意啊。那这段时间要留意，因为这个状况啊，比如不管是直肠也好，或者是排泄上的问题也好啊，是妇科的问题也好，都会比平常多出更多。
哦，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把这个健康稍微照顾好之外，检查一下自己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啊，过度满足身体的需要，也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好，比如这个包含饮食，好，包含饮食在内哈。如果过度的饮食，也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嘛，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不要以为处女座不会肥胖，处女座肥胖也很多啊，对不对哈？这也是真的不知节制的也很多嘛，因为不是只有太阳星座会影响，其他星座的其他星象的影响也会造成嘛，月亮星座啊、金星星座啊，都可能会造成影响啊。所以可能在享受幸福的状况太多了，于是造成的一些问题啊，那要留意啊，可能会造成身体负担啊。那同时呢，这段时间不要忘记啊，要多做好一些保养啊，做好一些保健，甚至像养生啊，可能要多注意一下。像我们刚才谈到巨蟹座也是要多注意吧，可能会一些年老状况，那是不是应该注意到养生？多做一点养生嘛，对身体的滋养多做一点啊，那让器官可以恢复啊，都是挺重要的啊。所以生活起居上面都要小心啊，那个一些意外的发生几率也会比平常多出很多啊，要特别留意，好不好？这个处女座这个今年健康状况就比平常多出许多了啦啊，所以一定要格外留意以外。就是不要忘记，一定要有任何病痛看医生，好，看医生解决自己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不要自己随便乱服成药，好，了解意思吗？不要乱服成药，但现在医药管得很好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到不要自己随便乱服成药，还是要去向医生询问一下。再来看天秤座，就天秤座其实要注意到，因为今年天秤座朋友为了自己的身材啊，还有健康着想啊，开始啊要留意一下啦。留意什么？因为你知道天秤座很不会忌口啊，什么都不会忌口，那么美好的食物哪有不吃的？很少你看到天秤座都有一点肉肉的，有没有肉肉的哈、哦？那这个他有时候这时候这个比较肉肉的这种情况啊，要留意啊，因为天秤座的所谓的这个中间概念啊，往往在中年过后容易发胖啊。天秤座很容易明显啊，这是最明显的一个星座了哈、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啊，这高热量啊跟美好的饮食啊，造成肥胖的可能性一定高的嘛，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而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过年其实这个平常吃的都比过年好了，说实话，过年要吃什么东西啊？过年如果大鱼大肉这样吃，就好不容易可以稍微休息，就你过年反过来了，我们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你还是大吃大喝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也过度放纵了，那当然对健康就有点威胁嘛，所以这要稍微注意到。所以今年啊，天秤座朋友恐怕要好好的克制一下饮食啊，不要过度享受，点到为止即可啊。同时另外不要忘记哦，泌尿系统方面的问题会增加哈，然后泌尿系统方面增加的话，你要注意到盐分摄取当然是必然的哈，是必要的之外，而且呢，不要忘记要多喝一点水哈。那大家以为说就是你这个怕有泌尿系统问题，我们就不要喝水，其实并不见得，也就是说水分的目的是在稀释啊，稀释还包含增加因为盐分在身体的机转很多时候就是渗透问题嘛，就是你细胞内的盐分过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往盐分低的地方前进嘛，这是渗透嘛，很正常嘛。所以如果你喝的水够多，血液当中呢都是水啊，比较多的水，那这个时候细胞内含的过多的盐就会释放到血管当中，然后再被汗腺排除嘛，啊，再被汗腺排除嘛，啊，所以要让自己多喝点水来稀释以外，当然我们先减少盐分摄取是最重要的哈，盐分摄取最重要。那所以这个不要忘记，但喝水哦，不是只有喝水而已，水的品质也很重要。好，水的品质也很重要。所谓水的品质，就是当然就不要喝什么加了什么东西的水啊，比如说你喝饮料就不要嘛，就尽量喝干净的水，就是白开水就行了。好，白开水就最好了哈，这样当然也会比较理想啊，对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啊，因为做朋友今年啊，注意到很多身体的平衡啊，因为饮食上的平衡、水分、身体体液的平衡啊，就是跟平衡相关了、啊，所以稍微控制留意一下之外，还有今年中耳要多加注意啊，可能有中耳上面的一些问题要发生，这个要小心一些，好不好？然后当然还包含一些啊，比如说平衡器官啊，我们刚才泌尿系统包含肾脏嘛，那平衡器官还有很多，比如说不是很多，就还比如说还有那个卵巢也属于平衡的状况，所以要稍微注意到这方面的事情，好吧？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天蝎座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天蝎座今年的健康来说，以肠道问题最多，肠道的问题最多。
那肠道问题呢，就要注意到哈，就是可能跟消化系统也比较敏感嘛。好，消化系统比较敏感，就是要这个有些吃的东西觉得不对劲，可能就啪就拉肚子了，啊，就排泄掉了嘛。啊，那所以这方面状况就多一点，所以肠道的那种敏感症状会增加非常多。那其实像刚谈到，比如说处女座来说，处女座也有可能有排泄问题。那处女座排泄问题可能是也可能是腹泻，但也有可能会是什么便秘，啊，也可能会是便秘啊，要注意嘛。那便秘的情况也可能会造成痔科方面的问题嘛。这个再补充一下有关于处女座方面的问题，因为肠道的影响有很多关联嘛。上消化系统的部分，比如说从小肠开始，然后呢到大肠这个地方是另外不同区块在管的哈，所以这个要提醒一下。所以对于天蝎座来说要注意到就是小肠消化系统、肠道系统的问题，消化系统状况蛮多的哈，所以这个时候要稍微注意，就是如果有一些就是轻微的不舒适、腹泻或者咕噜咕噜什么的。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方法，比如吃些益生菌，益生菌其实还蛮好的。像以前我们喝养乐多嘛，都没有错啊。我只是提醒大家说，益生菌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啊，很多不同的选择嘛。所以益生菌的摄取，有些时候搞不好你可以让你不用去吃什么泻肚子药啦，腹泻的药啦，可能就可以不用啊，你搞不好吃益生菌就可以了啊。所以稍微留意一下益生菌带在身上，以防万一啊，就预备。天蝎座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哈，而且当然要注意嘛。肠道之所以敏感，一定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嘛，所以今年在饮食上特别小心。你就随便吃个路边摊，对不对？也不知道干不干净，你就吃了，而且看起来这大马路上很多状况你要留意嘛。然后或者是那个现在卫生的管控蛮多的，今天做有关于餐饮的人员，口罩一定要戴好嘛。你看到他明显就没有戴口罩，然后又跟别人讲话，又或者是在叼根烟什么的啊，你知道这样子你还敢去吃哦？那我就不吃了。所以要注意到啦，也是注意卫生，环境卫生也蛮必要的嘛，哦，虽然说可能是好吃的店，可是你要注意啊，有些时候好吃的背后是什么啦，提醒一下啦，刚刚你的身体太敏感，肠道太敏感也负担不了嘛，哦，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啊，天蝎座朋友要注意到，因为生活习惯不良也可能会造成什么病痛比平常多很多，哦，生活习惯所造成的一些影响，主要还是因为你如果在健康管理上你自己都没有控制好自己对自己来说美好的健康状态啊，这个包含运动有没有做好运动啊，或者是吃东西有没有吃好，不要吃到坏，对不对？那个发霉过期就不要吃了啊，就丢掉了。那你也不要买太多食物囤积。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因为很容易买，因为你买一堆东西很便宜嘛，很容易囤积。那一囤积之后就造成这些食物可能也过了期，你才吃它，那是不是造成身体更大的负担？所以这个也包含你自己生活当中很多管理嘛。啊，是有些饮食上的管理也必要嘛，最好新鲜买新鲜吃啊，对不对？是最棒的哈，那就会要留意哦，身体有些状况来自于自己生活上的一些管理所造成的哈。那另外呢，脑神经在这个时候也很比较容易衰弱啊，很容易就是被惊醒啊，所以睡眠前当然也不要。可以一直看手机哈，也不要看什么恐怖片啊，也不要去。就是可能喝太多水啊，或者是有做一些影响睡眠的事情。啊，你这个也要多注意一下，而且脑神经很容易就是感受到外在环境的一些变化嘛，所以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呢，睡眠品质有受到影响，啊，变得很差，啊，比平常差多了哈，所以特别容易感觉到不太对劲哈。而且同样的哈，这段时间一些身体生理上的一些病痛发生也比较早一点，如果有些这样症状的话。跟平常不太一样的话呢，千万记住早点看医生哦，不要拖太久就造成一些问题啊，还是一样啊，千万记住健康身体不太好，心里不太舒服，看医生哦，看正规的医生是重要的哈，非常非常必要哈。好，再来哈，就是说这是天蝎座的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射手座的朋友哈，射手座的朋友呢，这个在健康上来说哈，就好很多哈，但这个好很多，虽然说好啊，可是还是要提醒的，因为今年的也是一样哈，也是要着重在生活的那种机能多去增强。那这个包含什么？比如说多运动啊，好，然后保持在健康正常的生活的节奏范围啊，就不要过夜生活啊。但是很难啊，因为事实上射手座今年的消遣，还有那个这个平常生活上的。这个事情啊，休闲的事情还蛮多的哈，因为这样的关系哦，可能往往可能会过度面对生活啊，面对生活什么意思？就是该睡觉没睡觉，那当然对心脏压力就会增加，心脏也要休息啊。我在节目里常提到，我心脏也要休息啊，
就睡眠时间对他来说就是休息，他跳慢一点就是休息了啊，就是休息了。所以啊，你要注意到啊，就是今年的血液循环当中对心脏机能的影响最大啊，所以要留意到啊，运动当然是好的，也不要过度运动啊，过量运动，就是每一天定期的运动最重要哈。如果让心脏负担过大哈，那肯定会造成很多其他的问题嘛，这要注意之外，还有包含脊椎，尤其是后背部的脊椎状况啊，因为射手座本身个性上是急躁的，很多时候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过度的一些意外发生的可能啊，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有些时候生活上面不要太过急躁啊，那个就不小心可能会伤害到脊椎啊，那这个多加留意啊，运动伤害的增加就增过多啊，不过至少啊，活力状况都挺好的啊，活力状况都挺好的，那多去活动啦、啊、多去运动啦、啊、对身体都有益健康啊，那大家做有意义的啊，你说活动来啊，我就做一些这个静态的活动，好，这没有帮助啊，哈，所以多做一点户外的活动，好，去走动也好，但是千万记住不要过量，因为射手座的个性太容易过量，好，会追，而且好开心的，我们再多来一点吧，好，比如说晚上唱歌唱的好开心的，跟大家一起欢度这个愉悦时光，看起来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我们再刷拖吧，好，不要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就该休息，累了就休息了，哈，就不要让自己那个身体，尤其是心脏啊，负担过大，好，再次提醒一下啊。对射手座朋友，这一定要留意哈，务必要注意，真的不要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哈。而且呢，因为射手座本身来说，好不容易啊，这个摆脱了去年不太顺心的状况了，所以今年身心都要开阔一点，所以户外活动很必要，好，户外活动很必要，户外这种休闲呢，也可以增强我们在这个更多事情乐观面嘛，还包含身体的机能也会变得更好。好，让自己筋骨活动起来啊、哦，活动起来啊、哦，往外头走一走，去运动就好哈、哦，多去运动，尤其是自己很会的运动，不管什么打羽毛球也好啦，打排球也好，打篮球也好啊，高尔夫球什么都好，多去做一些这样的户外运动啊。同样的，我还再次提醒，不要过量啊，不要过量啊，拜托，因为有些时候一旦过量啊，就身体就反而会更加劳累，那更加劳累，你要冥想身体去运动，那这样对于健康真的不太好，要提醒一下，好不好？好，这个咱们休息一下，好，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里头。11:16:25。再回到节目里头，我是星星王子，一点新鲜事，我们在踏啊这个过年的特别节目啊，特别节目，那个27号啊，今天1月27号，也就是大年初六，那我们今天谈的跟健康有关，那但是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在20号的时候谈到了走春啊，然后呢也谈到了财运，在23号就大年初二的时候呢，财运又讲了一部分啊，财运讲完之后呢，就后面就开始补充讲了，不是补充啊，开始讲工作方面的问题。所以在24号的时候，大年初三呢，继续讲跟工作相关的内容。那内容讲完之后呢，到了24初三呢，在后面一个部分呢，还有讲到有关于感情啊，感情讲的比较久啊，大年初三讲到了，就礼拜二24号讲到25号还是讲感情，到了26号呢也还是讲感情啊，感情讲了两天多的节目啊，然后呢这个在26号的时候才开始讲有关于健康啊，所以26号的后面最后面一部分呢讲了三个星座健康，那今天我们把另外9个星座健康讲完啊，前面已经讲两个部分了，现在我们要准备要讲摩羯座、宝瓶座以及双鱼座哈，在健康方面需要注意到问题啊。其实健康非常重要，如果你健康都没有照顾好哈，那你生活上面的很多状况都会因为健康而产生嘛。那现阶段呢，我们现在人呢、啊、过生活，很多时候都真的是太容易熬夜了哈。太容易熬夜就是你的身体一直保持在没有睡饱的情况下，不只是我们刚刚讲的心脏，连头脑、脑部的清晰程度也会减少。再加上我们现在大量运用眼睛。
啊、哦，不像以前用耳朵听广播，还可以听耳朵，现在还可以看 YouTube， 对吧？我在 YouTube 上直播嘛，所以各位如果说想啊，糟糕，我们错过，对不对？没关系，我们 YouTube 上也有直播哈、哦。我们过去这个那个过去的特别节目啊，都有存档下来，那你可以去官网搜寻，我们的官网是 UFO 1039啊，可以 YouTube 上面去搜寻，你看到前面的一些内容哈、哦。那如果你忘记了，回头再看啊，提醒自己一下啊，提醒自己一下。那所以呢，这个。不要忘记哈，我们今天呢也是我们节目最后一集的播出了哈，但还没到跟大家告别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现在讲那个摩羯座哈，摩羯座来看哈，今年啊这个情绪上面哈，身心状况来看，情绪上面要多收敛嘛哈，那情绪多收敛是必要的，为什么讲必要哈？因为摩羯座今年啊情感的感受度比平常高出非常多。但是呢，摩羯座本身是比较内敛，对不对？可是今年很多情感状况对他说是可能很陌生，可能也容易产生一些状态，那就变成说更是需要提醒自己一下。有些时候情感过度泛滥，是不是可能会造成问题嘛？啊，容易小心。那但是也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情绪过多，就一时忍不住控制不了，也可能会有情绪崩溃的可能性出现。这个要稍微注意了啊，提醒一下。但这个部分不是我们今天要谈到，我们今天主要想要谈到是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啊。那就要注意到哈，胃的影响，因为情绪不良哈，对胃的影响最多，还这个特别注意到，所以这个胃的状况比平常多出很多，而且摩羯座个性本来就比较压抑哈，压制，所以有些时候啊，过度压抑的过程对胃的伤害也会蛮多的，所以很多摩羯座朋友其实都有长期性有关于胃方面的一些病痛，好，这个当然积极就医啊很重要哈，还有长时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那同样的哈，我们刚刚谈到，因为有这些状况啊，你不要忘记了，照顾好自己情绪也是必要的哈。同样的，饮食当然要定时定量啊，定时定量。那如果能够定时定量，或者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也不要影响到胃，那这些其实在生活当中，在新的一年没有太多问题了。好，就还好了哈，但是要提醒一下啊，还是有些状况容易发生哈，比如说家居意外的发生几率偏高很多，所以在自己家庭环境当中啊，要稍微留意一下，有些比如说桌角啊、椅角啊，你知道有些桌角椅角应该包个布啊，或者是有那种保护的套子啊什么的，都很好。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脚走一走不小心棒就踢到，你知道那种踢到小指头。脚趾头也好，小的脚的小指头尤其痛啊，尤其痛，这一踢就可能啪，搞不好骨折啊。所以他自己要稍微知道，家居意外发生几率偏高啊。那尤其是家居意外还有什么厨房啊、厕所啊，这有水啊、有电的地方啊，还有刀的地方、有火的地方啊，就要特别小心啊。就算在家里吃饭，你就那个，比如说大家吃火锅，那你用瓦斯炉啊或者电磁炉什么都要留意啊，都要留意，因为家里面发生的意外。的伤害几率偏高，所以自己要小心一些哈。那同时呢，胸部这个地方哈，胸部在男女都有胸部嘛，只是状况不一样嘛，好不好？胸部这边感到不舒适的感觉很多，那当然有可能是有关于情绪上面，郁闷、不开心啊，当然有可能嘛。但是你但不要忘记啊，如果真的觉得怎么搞，这边摸这个胸部摸起来，男生女生都会啊，就疼痛感会有一个疙瘩哦，一个肿的感觉啊，要看医生啊。拜托，这个检查一下，以防万一啊！哈，然后当然就是要注意到哈，尽量让自己的身体啊保持挺直状态，开阔胸襟状况。为什么？因为你今年讲过情绪问题比较多嘛，你如果一直保持在要弯腰驼背啊，那觉得哈会很萎靡的样貌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是今年好惨哦，你真的过得很不开心。所以如果你把胸襟开阔了打开了哈，你会觉得说今年没什么，因为开阔胸襟面对所有状况，对身体的相关你的身体的状况也会影响到你很多心理的状态嘛。所以记得让自己保持在心胸开阔这个体态啊挺直的状态啊，这样就很重要啊，这个才可以帮助自己啊那个有比较好的正常的身心状态啊，这摩羯座朋友要特别提醒一下哈。好，再来看宝瓶座，就水瓶座的朋友。呼吸道系统问题啊比较多。好，呼吸道比较多。那因为第一个，我们讲水瓶座基本上它是风象星座。风象星座呢，本身就跟空气品质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环境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空气品质的好的好坏啊，要稍微留意，还要维持好。那所以今年呢，呼吸道系统问题比较多，那当然尽量避开，不要抽烟嘛。烟本来就不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要尽量避免烟害。那我们抽烟也要小心啊，不要影响到别人嘛，哈。那所以啊，这个提醒大家哈。那因此呢，这个呼吸道系统状况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我们在呼吸道对呼吸道有帮助哈的一些环境，那当然去多去走一走嘛。
比如说山林之间啊，或者树木多的地方啊，但晚上就不要，因为晚上树木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学过生活常识啊，晚上的树啊，那个什么大安森林公园都要特别注意啊，因为那个你的植物在那个时候也要吸收氧气啊，因为开始要做氧化作用啊，它要吸收氧气啊，那你在那边走走，那太过浓密的森林那就会缺氧，为什么？因为它要吸氧，你也要吸氧，那怎么够？好，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因为毕竟还有风嘛，哈。那可是还是要提醒嘛，哈，要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呼吸道系统要注意啊，就是好的空气品质，当然各自需要注意啊，跟你要跟要留意，同时要注意到，因为今年还有水瓶座朋友要注意到敏感啊，比较容易过敏的情况容易发生，打喷嚏哈，还有当然就在这段时间啊，嗯。这个都容易发生之外，我们刚刚讲的烟害嘛，要特别减少哈。还有另外一个就要注意到的，平常多的地方就是手指头啊、手臂呀、手肘啊，状况都比较多，可能不小心啊，这个一挥碰打到手，对不对？啊，就很容易发现，比如说最常出现就是手肘撞到哦，弹到那个麻筋有没有？哦，好痛啊！哦，你我讲到这里，大家可以想象哦，这真的很痛那种感觉，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疼痛感。所以这段时间什么手指头、手臂、手肘啊，什么状况都比较多。好，在形容事情、在施展身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撞到一些有的没有的，啊，打翻了就麻烦了嘛。好，要打翻一些东西更麻烦，要特别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哈。啊，那但是呼吸道相关的病痛不舒服啊，赶快看一下医生啊，这是必要的哈。再次提醒哈，不要抽烟，好不好？对抽烟不好，对身体健康本来就不好哈。你知道这个我太太曾经是国军烟害防治的一个工作人员，好，曾经到各军去督导，好，有关于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也曾经接受过到部分的讯息，他就知道说，其实烟最大的状况是因为它有很多，比如说助燃剂啊、烟草啊这些身体，对身体都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加点添加物什么，对身体都会有一些危害。好，这个其实很不好，要特别提醒。那尤其对末梢的伤害最大。好，末梢伤害最大啊，这个影响很大哦，所以特别小心哈。再来我们看一下双鱼座哈，最后双鱼座了。双鱼座来讲哈，因为今年生活上压力比平常大多了，好，大多了哈。那所以呢，尤其呢，这个压力的反应的部位呢，通常是在背部，好，背部还有肩膀啊，肩膀、背部啊，哈，肩膀跟脖子上面啊，跟脖子上面。那不过也可能是睡眠不足造成，或睡眠的状态有关，比如说睡到枕 ，Oh my God， 睡到枕很痛，超痛的啊！所以你要这个要注意到，睡到枕这个睡眠的时候呢，那个枕头状况啊、被子状况啊、床的状况啊，都要特别注意啊，影响那个。除此之外，还不要忘记说，不要随便睡沙发，因为沙发太软了，太软对脊椎不好。啊，对身体的体态也不好。偶尔睡下看起来好像很爽，因为什么？你已经睡着了嘛，就继续睡也不错啊，对不对？可是睡沙发睡久了之后，这个对身体的体态不好，因为它的作用不是去支撑睡眠的身体，好，床才是支撑睡眠的身体嘛，啊，这个不太一样，所以要留意一下啊，不要这个常常睡沙发哈，那个造成那个背部啊、肩颈的压力也会过大哈。那同时呢，在这段时间呢，很多时候啊，也可能睡眠状况不良啊，背部啊、肩颈，我们刚刚讲跟睡眠有关嘛，哈。那另外呢，注意到还有脖子附近的状况啊，比如甲状腺啊扁桃腺呐，哈，扁桃腺呐，哈，扁桃腺，甲状腺在这里哈，扁桃腺在这后面嘛，对，扁桃腺嘛，然后呢，喉咙啊这些不舒服感呢也会增加，哈。那同时要小心哦，今年有很大的问题，两个星座容易发胖，一个是双鱼座。啊，当然你吃过多都会发胖了哈，但是有两个星座特别容易要提醒一下，双鱼座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是天秤座。啊，今年这两个星座就容易发胖，啊，很妙哈，所以要提醒一下，不要饮食过量哈，或者是吃了之后不运动啊，或者一吃饱就睡觉啊，这个养分过度累积啊，对身体健康都不太好啊，提醒一下啦哈，提醒一下，这个对健康还是需要多加注意的哈。好的。来，我们把十二星座健康状况讲完了，我们还有一点小小的时间哦。那也跟大家话别了啊，主要话别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啊，从今年1月1号，不对，不是去年啊，3月是不是开始？对，3月开始啊做节目，到现在做了差不多就10个月哈。那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聊了很多哈，都跟星座相关的，很多朋友也会问问题，而且越问越好哈，越问越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常常接触到一些错误的讯息，你知道网络上面很多这种牧场文章啊，牧场文章东抄一段西抄一段，然后只是引用啊，只是说，哦，这个是谁写的，这样就可以了，不是，其实不是啊，因为
如果该当事人没有分享，那你也不能随便就把人家文章就转贴嘛，啊，因为转贴就有重置的问题啊。你重置有没有经过同意？没有啊，就不行。重置这个事情是需要注意的，还是个权利啊？啊，但是你还是看到很多人乱写乱七八糟，光是星座运势这个东西，我们在看到很多怎么写成这样子啊？好，但我没有说我们写的多好，因为只是从我们的观点看到这个星象在这种个性上面，可能在今年需要注意到哪些问题。好，但是呢，只是提醒啊，希望大家能够把生活过得更好。那如果我们很有自信，知道该怎么自己过生活，也不一定要听我们讲星座运势啊。那其实也许生活就可以过得还不错哈。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这十个月来啊，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很多支持，给了我们很多问题，甚至于提供了很多他们在一些外面网络上面看到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到一些讯息搞不清楚的、搞不明白的啊，就会跟我们分享。那同时呢，我就在这边呢跟大家做点解说，原因在什么地方啊，是什么状况啊？那我们就教学相长啊。你提出问题来，让我来思考，来回答。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希望能够理清楚啊，或厘清一些有关于星座、占星学的一些常识也好，知识也好啊。那我们没有说要跟科学做比较，因为科学是科学，占星学是占星学啊。我们占星学只是一个玄学的角度啦，是提供人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自己更好的方法嘛。啊，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必要的。一旦你搞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之后呢，也许并不需要每一天呢、啊、都依着星座告诉你该怎么过生活去面对生活，你可以不用。啊，于是我们如果每一天都依着人家告诉你该怎么做过生活，你也太没有自己了。啊，也太没有自己了。所以我到最后啊，就提醒大家，就是过自己认为美好的生活蛮重要的。啊，有婚姻的要相互照顾。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责任啊，婚姻有婚姻的责任，对自己有自己的责任，我们都相互照顾好啊，那让自己的生活走向更光明、更正面的方向啊，这是其实新王子做这个节目最期望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透过一些星座啊、命理啊，哦、啊，来了解自己还能够面对什么样的处境，是不是有机会使自己可以变得更好。啊，这是我们要的目的，不是说今天这个科学界对我们来讲这些星座就对我们嗤之以鼻。你要知道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也希望人是变好的，不是说今天讲说、啊、我今天讲多准啊，只会赞扬自己多准的命理师啊，你也可以不用听他的，因为重点在于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来借由我们找到生命答案的人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因为自己答案必须要靠自己寻找。那但得到一些启发之后呢，至少你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不会太过惊慌。啊，以此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更开心的找到自己，啊，更开心的面对生活，啊，祝福所有人，我们有机会再聊喽，好不好？祝福大家。那一点新鲜事这个节目呢，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跟大家说最后的感谢，也跟大家说再见，拜拜，祝大家新年快乐啊，拜拜。好，我们结束了，收播了，谢谢大家长久以来支持。感谢大家，拜拜，再见。